中可以看到呢，一名女子机车停在黄色网状线上，被警方撞见，上前提醒，当场拦查。不过女子呢神情异常紧张，同时散发浓浓酒味，酒驾马上被抓包。而当下呢，竟然还要求警方要通融一下，带看一段现场情形。哦，你有零，没零酒了哦。没有。等，醒我哦，醒我。啊？醒我。来吹气一下，有零吗？没零，麦克怎样？无可能放啊！我敲崩就是照规定处理，就安尼。好，那么女子呢一度以为自己是躲过一劫了，不过还是逃不过酒精检之气。那么事发就在4号下午的1点多，这名62岁郭姓女子和朋友聚会，喝了酒却心存侥幸，骑车出门买下酒菜，没想到经过三明区自强一路的时候呢，却遇到了警察的拦检。那么酒驾心虚，一度想躲避查缉，最后还是被发现了，全案依法送办。